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在我身旁的是长辈股女神、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好，平花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来到了礼拜二，开心的礼拜二。那么重点是接下来明阿仔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的课程就要开始了。然后我们要等要上课了。那么在上课之前呢，分享之前呢，来恭喜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路追随甜心的好朋友们，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有没有让你通通都是赚？老朋友华晨已经股价翻15倍了，世纪大飙股。世纪单股票股价已经翻了 6.6 倍，六六大顺，新复兴好，股价翻 3.8 倍，累计今年度12只的长辈股给大家。新朋友有谁呢？哎，老师你昨天才开牌的这一档股票、哦、对哦，不得了哎，听到看到大家眼睛都亮了，今天股价叮咚亮能涨停板，涨停股价还创新高，国统也有50个百分点咯。而且呢，再次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明阿仔就是明阿仔，我的吉隆五村呐、啊，金龙年第二季的产业新修班的课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胸高几缸，最熬几缸，大家赶快要拼手速哈！卡七阿卡妹阿卡金呢哈，明天的课程就要开始了。有订阅 YT 频道的好朋友们，来，今天我们是不是长得很清纯可爱？啾咪一个，啾咪！今天难得甜心穿的这么的轻松，太忙了。因为他昨天一直跟我说，平化你这个帽 T 加上一个、哦，好舒服哦。对，今天就这么舒服的来，好舒服哦。好，来，人生就应该这么过，真的要舒服舒服的过，对不对？好，来，回到我们的股市，昨天才分享给大家的股票，对，哇，今天有没有叮咚亮灯涨停板？这个是为我们的课程即将揭开序幕，是的，即将那个让大家吼、就是准备赚的盆满钵满的钱的一个好兆头。好的开始，对，就是成功的一半。今天股票已经来亮灯涨停板给大家看咯、哦、通通提醒大家、哦、要深耕产业，顺势而为，是的、哦、才是你股价的避震器。那也因为顺势而为，财富自然属于你，没错、哦、所以我一直要告诉大家的是、哦、你可以看到盘势近期震荡，我就不用再提醒了嘛？对，那我今天稍微来看一下，你有没有看到双红3324？是的，今天哎是，喂，我没有哦，我有讲哦，今天就客户说老师这个人是你杀的，我说没有哦，我已经提醒了哈，已经做到了提醒的责任了。这人不是我杀的，我先讲哈。齐红也是，我有说过这个价钱我不是那么喜欢哈、不是那么美丽呢，对不对？散热的概念，这个价钱我不是那么喜欢，你可以找相对价钱比较亲民一点的，亲民一点的哈，好入手的好公司绝对不寂寞嘛。当然，那你看哦，我上个礼拜给会员的哈，来。6577今天亮灯涨停板，是不是好公司？当然好啊。今天是不是大盘是修正震荡的？修正啊，震荡盘啊，还持续震荡。有的、哦。欸，可是老师你的股票竟然会亮灯。是啊，那它到底做什么的啦？哎呦，秘密齁、哦、来来来，大家要先了解。我一直提醒大家，我说在股市里面你没有听过的公司不代表没有名气哦。没错。因为毕竟台股上市柜公司1900多家、还在增加中、然后台股上市柜公司赚钱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台股是有底气的大涨。那既然是有底气的大涨，那你是不是要跟着妍希一样、慢慢的去深入了解股市？那你要怎么样深入了解股市？就是从你没听过的公司开始、来，你看到6577今天涨停，对、通通不用羡慕、我们会员通通都有、啊、如果你认真听节目，昨天我已经讲了，已经开牌给大家了。来，它是做什么的？你可以看到后医疗跟特殊应用、砍入式控制显示器。其实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家对吼，控制显示器、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显示器都卖得不好啊，显示器一讲白话文叫面板啊，面板好久没涨哦、对呀、四大产业的，对不对？哎呦，怎么都很难涨是啊，那为什么它会涨？特殊应用。所以我一直说吼，你今天要去找台
台股里面有一些是偏利基型的公司，它做的东西是毛利比较高的。那再来进锋呢，就是针对这一块医疗产品的比重增加。那我也教过各位，我说毛利率非常重要，你的财报里面的毛利率一定要拿起来看，因为你的只要你资本支出没有加开，资本支出 我有教过，你看怎么又要讲到课程了来，资本支出的概念大家有，资本支出就是开设工厂嘛，对不 对，一些生产器具，假设你资本支出没有加开，但是你的产线也没有增加，但是你毛利率增加，这样就不一样了，你的营收会用跳出去的，这个我之前教过，拉回来啊，这个去课程讲啊，所以你来看，你来看这家公司毛利率有机会优于去年，换句话说整个产品线转换，这叫什么转型，是。那我昨天又提醒大家了，我说近期很多的公司董事会玩要公告股利嘛，那你要去找，你要懂得弯腰去捡，对，去捡后让公司送给你的钱，哎丢丢不丢？哎丢！来，我说这家公司，真的对股东不错，真的好大方哦！现在有谁在配股票啦？对呀、啊，很不对，我真的是一直找，一直找，很难找真的，你手很难数得出来、哦。到底谁会配股票？有啦，最近我看到那个如虹啦，那个巨阳啦，这两家也配得不错啦。是，那我只是要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股市里面的公司大家要非常认真，就像这一家好了，你看，我还是不怕，就是你们大家都在看的什么散热啊，现在大家都在看什么 ASIC 啊，可是我说股市里面要赚钱的公司还是很多，对不对？那我第二季我先帮你 follow 什么股票股利的，那你看我昨天提醒大家，我说这个股票股利 5.7， 其实你换算一下，等于你今天买它两张，它送你一张多一点，对。没错，天哪，好大方！你看看有没有很大方？非常大方啊！一家公司为什么这么大方？五碳级呢？赚很多啊！对。就是五碳级五零开五后嘛，对不？一定要这样的、啊，五零开五后啊！那重点来了，你看它是丰益的子公司，丰益不要说没听过，来电子通路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电子通路很赚钱，我说过三星涨价，你第一个要看什么？秦雅嘛，就是秦雅通路。然后呢，世纪呀、啊对不对？世纪做的是给秦雅卖的嘛，还有雅系，这些都是。通路商是的，有没有？你产业就是要这么溜，是啊。既然是通路商会好，然后又在包他的那个产品在卖，对，那你说好不好？好啊，要有这个概念好好好。所以再次恭喜会员呐、啊，赢在起跑点，越赚越多了。天哪、啊，好舒服哦！我看到那个股票股利后，啊、做梦都会笑，真的耶。真的是做梦都会笑所以我说其实真的啦，认真一点股市没有听过的不代表因为有些好朋友说，老师我没有听过这一家、我知道，可是我另外一个想法是，你没听过的会不会不是只有这一家而已，还有很多我另外想到的是，你没听过的公司就代表你真的不够努力的、我没这样讲啦、对对对，还有进步的空间、我是不是开地图炮了sorry 代表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我自己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也认为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去找让会员可以赚钱的机会的，就像你可以看到今年现在第一季还没走完，我已经累计12档是长辈股了，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自满，没错，我认为还有空间，对呀、啊，不会因为今年这才第一季这才第一季才多开戏现在才快要第二季而已，光看到劲风我就开心了哦，真的哇，我不知道他能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可是重点我有没有相对低档嘛？有啦，有没有相对低档、有没有相对底部久了进场，对不对？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又加上会有公司持续是赚钱，对不对？好，所以以后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顺势而为。就像妍希一直提醒你，我说台股现在在走拖拖拉拉的盘，对不对？那我知道最近大家很夯00940，对，对不对？00940，我。你今天来看一下台股是跌的，对不 对？但是在涨的都谁？00940的成分股啊、我不要敲了，我直接点给你长荣是群光，然后新普中美金、中美金这种叫什么价值投资，因为它标榜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可是各位价值投资其实我认为这个是讲得很漂亮但是but 总是有 but 嘛，当然你如果想要价值投资的股票飙涨停，那好像比较少看到比较少
对不对？对，他可是你买后，你可能对啦，他是会比你的银行定存来得好，是会啦，他银行定存会来得好啦。但是哦，你有没有发觉哦，近期台股在震荡来？近期台股在震荡了、啊、那你也不要想说长荣会跌到哪里、嗯、为什么？因为现在00940的买盘开始进场，对呀、啊、它是成分股之一啊，它 的那个募集资金预估可能要目前现在看到好像已经1400亿了，哎呦，好，目前到年月底听说会到二开头，对，听说会到二开头，哇，那这么多钱要等着买这些股票，是尤其2330每一档成分股都有，对啊，你说呢？好的，你认为台股能跌到哪里？我也在等啊，你认为啦、真的我认为是有限，可是在有限又震荡整理，主流在整理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股票是不是靠近演习一点？当然啦，这机会就藏在细节里呀。所以我是不是上个礼拜会员通通都知道？有没有很漂亮？睡当当当当啦，睡啦。所以我说我维持这个节奏，就是老朋友、新朋友都是赚。为什么呢？老朋友，如果你早一点来，你今年已经12只长辈股了。是啊，你看看，你是不是获利奔跑？当然啦。啊，当你获利奔跑，你看今天世纪还亮灯涨停，涨停板。然后今天新复星又跳出去，是的，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很想买啊、可是我现在没有22块的新复星给你买啊，我现在也没有50块的世纪给你买啊、那我只能重复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去找像劲风这种后刚刚整理完底部，哎呦，很久没涨的，然后呢，配息又不错的，真的有殖利率保护 的，为什么？因为震荡的盘间震荡整理的时候，有殖利率保护，有基本面保护，是不是你股价的避震器？当然是、啊、虽然它没有噔噔噔噔跳空天天涨停、但是它也可以走出一个涨不停的格局。谁走出涨不停的格局？来，8936的国统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天哪、啊、老师天哪 ，Oh my god！ 老师，你上一次给大家的时候才5字头、欸，上次课程给大家的哈，哦，涨得最慢的、哦，在妍希身边的会员都有哈、对不对？我说国统这个哈，今年很特别，真的很特别。什么叫很特别呢？你今天看到1519可以从去年涨到现在，还在涨，然后市场上我也告诉你，有一些重电股，你看到华晨是飙出去没有错、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重电股才刚开始，没错，这个是不一样的基期了，嗯，就像你现在应该不会有人又叫你去买600的华晨啊，不会啦，老师，哦，还哪在哦？我就跟你买了4字头的华晨了，对啊，啊，但是有40-50块后电机股还不错的呢、你要不要了解？当然要啊，我课程都会讲啊，课程里面都有说，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是。我的操作逻辑之所以为什么每年会有长辈股，是我的长线产业我会帮你看得很好，是的，你可以看到后为什么华晨这么会涨、那是因为电线电缆台电的标案嘛、再加上华晨是不是一直冲那个美国基础建设，是的的这个标案、所以换句话说它有政府标案护体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台湾非常多好的公司一样拿得到标案、而且呢也有公司今年他要去冲刺外销、而且这个你要知道我们要放眼全球，台湾就这么小，对，美国这么大、印度人口又是占了全球第一，是的，尤其印度的所有的一些网通设备要升级、你说它的电缆电压要不要升级？当然要啊，整个都要升级、所以啦，所以我为什么会一直跟你讲华晨他冲出去没有错、可是有一些电力公司是才刚刚开始，那都开始讲一下中兴电有没有很慢我说过涨很慢去年60块给你到现在180，老师他才涨3倍，好慢哦，华晨都15倍多、你要先看一下人家的股本嘛，两个股本差这么多、是可是中兴电他有偏离他的多头轨道吗？没有 没有，然后1519有偏离多头轨道吗？没有、没有那再来一个吼，最近出来的报告吼、法人内部的报告、这里就稍微聊一下。好，要爆料了吗？透露一点点好了。有一家说，目标价来，华晨目标价不是我讲的哦，不是、法人讲的。对，有家证券已经把那个华晨目标价飙到850了。哇，
哦哦、然后有一家另外一个大的券商、哦哦、持续买进、哦、平等为持续买进、哦、持续持有 是这样好好好所以 我要告诉大家是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强调就是、嗯、那个电线电缆的这个概念强韧电网的计划有一些标案才刚刚开始、嗯、尤其是今明两年会拿到就是认列的高峰期哇高峰期之前会一直进来哦对啊、哦、所以这个概念那你又看到8936有没有最近很会涨有啊哎、欸、可是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会涨我讲过了它的特别后跟电线电缆又不一样电线电缆是十年它有三年、欸、对三年内要消化有没有背起来、这个重点哦、背起来赚钱、哦、然后再来说你会觉得哎、欸、台湾你要知道台湾也是缺水嘛对呀最近比较快的是一个后就是海淡厂的标案要、嗯要开标了、嗯、海淡厂海水淡化处理厂海淡厂不要跟我说海带厂、对不也不是什么大淡厂没有不是是海淡厂然后你要知道、哦、我们为什么会缺水、哦、你要知道这些深层式的 AISIC 在高速运转在高速运算所以要非常多的冷却水去冷却、嗯、没错我就还必要去点那个台积电用台湾的水占多少percent 的、嗯嗯嗯、是这个概念我们既然要全力扶植半导体那我半导体该有的地该有的水该有的电要不要全部起来当然要去 support 他们呢、哦、我讲这样你任督二脉有通了吗有我半导体要起来我水不可以缺我电不可以缺不行都不能缺缺一不可那电线电缆涨刚好而已对不对、嗯、啊水资源涨有没有刚好刚刚好多多好所以国统它就是稳稳的涨上来，从五字头涨到了六字头，飙到了七字头、欸，哎、欸，不理它也50%给大家了啦！再次恭喜啊！早就赢在起跑点喽、哦！所以我期许大家哈、哦，就是产业，嗯，都跟妍希一样，是好、哦、持续的努力，一定因为我认为后、哦、这个课程我是、嗯、上次开课是去年年底嘛，对去年底、嗯，去年年底嘛、嗯，那现在是第一季嘛，是的，那课程里面后、哦、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好讲的，嗯，不能公开说的，好，或者是说你好奇的，哎、欸，我最近听到又有会员说，老师你那个线针到底要怎么转？哦，哎、欸，这个 mega 大家也很好奇，当然也想知道啊，线针就等于一样啊。送钱给你，你要不要懂得弯腰去捡？哎、欸，对对对，你那种概念有没有？就是股市里面，你弯腰捡钱，你可以不用去看基本面，对，你也可以不用去看产业，嗯、你就专找现增这一块、嗯，你就一把刀练利一点。哦，了解。有些人喜欢做现增，你就做现增；有些人喜欢每年的后做股息配股配息的、嗯，那你就做纯股的概念、哦哦。老师，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不用了解这么的透彻，这么的多，但是你只要针对你，对你想要有兴趣的一两种因为毕竟坦白讲，毕竟资金有限，对，没错，不见得每个人资金都是都可以买，没错。那你就专注，就像我这一次特别硬吼，粉丝要求纯股哦，对，纯股的部分，我给你目标价。哇，老师，这课程太劲爆了！这次我们的产业先修班，你真的一定要来哦。我给你目标价，我发觉我已经开始后熬夜，突然觉得头发这几天爆出来，你不觉得老师的血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了？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啊！我很怕漏讲，嗯，又怕没讲到。而且这次的课程是沙缸哎、欸，对我也不懂为什么人家半个小时就可以讲完哎、欸，老师你半小时讲不完哎、欸，产业这么容易懂吗？我不了解、欸，老师是把比较艰涩，我就说哇，他还蛮恭维，可能人家讲一句，我要讲十分钟才讲得完，因为希望大家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能够了解吸收，这才是。你啊、对, 对, 对我、欸、我认为是这样、嗯、就是说不是说我给你目标价你没有了解、嗯、哼这样就好了你要知道为什么会到这个目标价知其所以然所以我才说知其所以然嘛、嗯、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来上课 对, 对不对上完课、嗯、哦就偶尔看看节目了、对对对那我是不是稍微要讲细一点让你中途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处理没错哎、欸，对啊所有的细节都要交代的很清楚好所以 我在此提醒大家今年第一季才刚刚开始、嗯、对才刚刚开始事实上我很开心我今天看到3661跌停是我是兴奋的、欸老师你又不太一样咯亮灯我知道兴奋但是它是亮绿灯我有讲过哦这个价钱我有讲过哦不美丽不美丽我之前在课程讲过了已经接近了哦、嗯、我之前讲过之前给过目标价的哦嗯有所以我问你啦来已经之前去年12月
你也来上课，我给你目标价，这样一波冲出去了，有，那已经接近目标价，那接近目标价，好，开始回落了，对，开始回落，回落到今天直接去点季线嘛，直接灌破季线，那我问你啦，那是不是换句话说，我们下一次的买点，好像又要来了，哇，而且我今天看到它下来后，看到3324下来后，3017下来，我是兴奋的，不好意思。因为大家等于说这一波其实你赚到了，那卖掉获利之后呢，是不是又有下一波的到来呢？哎呦，这种感觉有没有很好？好啊，这是节奏，一波一波，所以我也要在课程里面告诉大家，每年操作的第一季，对，你眼光该放在哪里？没错，第二季、第三季还有第四季的季尾，每一季的眼光你要在哪里？这是操作的一个很敏感的节奏，你基本的功要有。我先把你基本功打底，以后盘面稍微变化，你就知道怎么看。对，这样有没有很好？当然好啊，好啊，知己所以然。然后呢，学到是你的，赚到是你的，真的是功德无量。这一次真的是佛心价，打坏打破，把缸子碗都打破了，打坏行情价给大家。这边就不说数字了，真的是相当的亲民的价格。金龙年第二季产业先修班，为期明年就要开课了，三天的课程，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三天的课程里面呢，学到赚到，而且呢还可以赚到盆满钵满咯。务必来电做把握，活动最后一天，务必赶快来做报名咯。0266303237。节目真的感谢甜心老师。谢谢品话，祝大家齁在新的一年可以赚到盆满钵满咯。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拜。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